美国人又评选出中国最为有效的战斗机，究竟是哪款战斗机排名第一？敬请关注。最近，据美国军事杂志评选出了中国装备的五款最为有效的战斗机，包括歼-20、歼-16、歼-10C、苏-35和苏-30 MKK。排名第一的是歼-20。美刊认为，歼-20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隐形战斗机，也是除美国之外的首架第五代战斗机。该机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，并将会装备激光武器。美杂志报道称，依据公开的信息显示，中国已经完成了机载激光武器系统的样机研制工作。这种激光武器会装备在歼-20或运-20大型运输机上。解放军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公布了采购资讯，其中就包括一个激光打击吊舱项目。现在不确认是激光打击武器还是激光引导武器系统，美方显然认为是前者。排名第二的是歼-16战斗轰炸机。美刊表示，歼-16虽然不是一款隐形战斗机，但仍然是中国目前除了歼-20以外最为有效的战斗机，也是歼-20的好搭档。歼-16是中国老一代歼-11和新一代歼-20之间的过渡型号，凭借先进的机载设备和载弹量大的特点，成为对地打击的主力战机。歼-16同时还采用了新的雷达吸波涂料，可以大大缩小战机的雷达反射面积。美国媒体认为，歼-16定位与美军 F-15E 攻击座战斗机相似，让中国拥有一种远程打击战斗机。中国还在该机基本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款名为歼-16D 的电子战飞机。排名第三的是歼-10C 战斗机。军事观察指出，歼-10C 是中国装备的性能最为优异的单发中型战斗机。该机的优势包括配备现代化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经过优化的飞行性能、机动性和最大飞行高度，该机可以兼容霹雳-15超远程空导弹，这样歼-10C 的空战性能得以全面提升。美刊认为，歼-10C 以其优异的飞行性和武器装备已经吸引了国际买家的关注，未来还有可能出口到东南亚和原来装备歼-7战斗机的国家。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苏-35和苏-30 MKK 排名第四和第五。中国共引进了24架苏-35战斗机，苏-35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可以直接与 F-2、F-35 对抗的四代机。中国引进苏-35后，对其进行了必要改装，已经可以执行对舰作战任务，并已经全面形成了战斗力。中国引进的76架苏-30 MKK 战斗机也是一款三代半战斗机，性能偏向于对海对陆攻击能力。苏-30 MKK 在苏-27的基础上加大了机体，使用了新一代雷达和设备，载弹量高达8吨，航程达5000公里。装备在空军是苏-30 MKK， 装备给海军的是苏-30 MKK2， 都是目前最主力的作战机型。